海参，是，阿修主席，傍晚好哟，大家，今天感觉一点都不好哦，我一起身就落腮，落两三次了，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可能是昨天在那边吃那个 curry 吃到的关系吧，所以就肚子不舒服。然后呢，现在我是需要去Just Go 啦，去看一看一些东西啦。然后我本身也想要吃40，因为我知道 Just Go 那边开了40。以前呢，我在万五大门的时候常常吃的40啦，所以今天不懂去那边吃啊。我很喜欢这样子的 feeling 哦，就是看到太阳汪汪的天空这样子，然后而我这里却没有任何太阳晒到那种 evening 的那种 feel， 让我觉得好像很 warm 的 feeling， 知道吗？很有在家里那种这样子的 feeling。这种时候，这种天气最适合去打篮球啊，做下运动啊，散散步啊，看到那些家人啊。尤其是看到好像那种安哥样子推着他们的孙啊，这样子走在丹麦那边，哇，那些 feeling 超爽了，很喜欢这种感觉。好像以前我小学的时候，傍晚这时间出去 playground 玩的时候那种 feeling， 超级爽。实在是太漂亮了啦，感动是没有。So 我就到了 Aeon 啦，刚刚呢我的 daddy 就 call 我了啦，他们其实也是在 Just Go 啦，然后他就叫我去 KFC 那边吃晚餐啦，所以呢没有40吃咯，就直接去 KFC 那边吃晚餐咯。加上我也很久没有吃 KFC 了，也是炸鸡这样子类型的，只是不是鸡扒吧。 So why not？ Hi。刚才你们看猪多比亚，好看啊！看，好笑，好笑啊、哦！很多 moral 主义，很多 moral 啊。可是感觉上好像 reference to 那些 racism 那样子，不是啊？整个后文哦。Yeah, because society 是这样的嘛、，stereotyping, labeling, prejudice, then 你讲你要做一样东西 ，they want to kill your dream。Those are reality 来的吗？对啊。But the way they do it very solid. Yes, together with you, still together with you, it's where I wanna be. Makes no sense. Never felt happiness together with you, still together with you, it's where I wanna be. It's making no sense. Never involving me.他们大人就在那边看东西啦，然后我就 slip 出来了。我才想要去 CA 那边买个戏票，看个戏。应该是打算看《Gods of Egypt》啦，因为我看到9:30有嘛，现在是8:30这样子，所以等一个小时就有到看了啦。So， 我觉得我是看完戏了再跟你们讲了。Gods of Egypt， What are we doing？ One person， 9:30 Did you see grey color? You can choose. Okay， you mean。11 yes, yeah. 1%. Okay, I repeat, got a legit 9:30, 1%, 70 ringgit. Thank you, enjoy your movie. OK 啦，和平时一样要看戏，就要把相机锁在车里面啦。So 我看完戏了，再来找你们了。
OK。OK， 啤酒看完了啦，这个是还好而已啦，看到一半睡着去了，可是我不确定我睡多久啦，可是起来的时候还有很长一下 ，but 整个戏我不会 recommend 你们特地去看啦 ，unless 你没有戏看啦，刚刚我 show 你们的那一间呢是叫做 Doremi Academy 啦，它是教人家讲做 cake 的那些啦，然后它在这边也是有一间卖 cake 的店。每一次当我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跟我外婆那些的时候呢，我的阿姨都会在那边买他们的蛋糕给我们吃，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尤其是他们的巧克力蛋糕，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好像很顺口，不会太甜，然后它的面那个 cake 也不会太过硬硬干干，很难吞下去。所以假如你们是住舍人班的呢，我 recommend 你们如果要买 cake 的话，去 Doremi 那一间，我不确定在哪里，上网找一找，去买他们的 cake 吃，巧克力的，非常好吃，真的。没有卡，就是这么麻烦的喽，哎西。So， 我回到家了啦，然后刚刚就玩下电脑那些这样子，等等的看下戏这样子，就没有做什么特别了的啦哈。然后 before end the vlog 之前呢，我只是要说，我发觉我的 YouTube channel 是吗，就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哦，要 keep 这种 format 啦那些这样子。现在呢，就比较像是我比较想要做什么，我就放什么那种。同个时间呢，你们还是会继续的支持，不管我放哪一种类型的 video。一时还可以去到非常 random 的 video， 你们都还是非常的支持。Compare 之前，如果我乱放 video 的话，我一定会被炸到要死了。所以呢，我越来越喜欢做 YouTube video， 放去我 YouTube channel 啦。你们这帮 community， 太棒了啦。So， 我就在这边结束今天的孩子日记啦，我们明天再见哦，安阳。In the sweet despair,Find something true that I like. I won't stress you, dear. I know that you made up your mind.